主席、副院长，还有各位同仁，本院委员王庭生、徐耀昌等四人，针对美国牛肉含有瘦肉精、莱克多巴胺及鸡只禽流感问题，造成国内民众饮食存有疑虑，更严重影响鸡农、肉品商、传统摊贩与饮食业者生计。在肉品问题持续发酵之际，在国人健康为最高原则之下，建请农委会于卫生署未提出容许标准之前，应以零这个检出作为进口限制。即便卫生署提出容许标准，应再以这日本进口比它还严格的这个容许量标准来作为标准。另针对禽流感这个疫情延烧，为了避免肉品影响免疫力较弱的孩童健康，建请教育部必须立处县市政府严格把关中小学之营养午餐，务必将肉类食品彻底煮熟，且肉必须采取强制标示之肉品，以维护学童的这个健康，是否有当敬请公决。